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贾轩，今天我会拍一个比较不同的事，就是多看女生跟男生什么不一样？不是，我又不是男生。就是男生出门的时候跟女生出门的时候，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分别吧。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女生要穿什么衣服？穿什么衣服好嘞？男生衣橱怎么样？男生衣橱衣服的颜色。上衣橱。好了，大家，这个表演就到此为止，对不起后面的声音。可是呢，今天我要出去，而且装朋友，如果你们想要见我的话呢，就可以去装朋友哦。而且是只有今天，你要看一下日期是什么，今天是3月5号。所以如果你们真要去装会的话，你们可能会遇到我。骗你们的，其实我现在是装会，是我等你们要不要去，这是你的心情啊。这就是真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我的衣橱。我
我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不是我爸妈的因素，是真的是我的因素。可是呢，因为我要是去嘛，所以我还没选我的衣服，所以我打算穿一个裙子。Okay, 这是我整个 video， 拜拜。